在中山路，中山路。妈祖楼在中山路，在富地公妈祖庙北边。中山路，中山路，要到邮局了呢。中山路。盐水发酵了。盐水发酵了。很有，很有创意，就，很有创意啊！竹子又可以做那么多艺术品，安尼拜拜香卡看会当做艺术品，拜拜香卡看会当做，南农科技大学啊，那个，看拜拜香，看会当做像安尼球的厝的。嗯，这个是竹片做的哈，竹艺作品，好有创意啊！南农科技大学师生座家祖先，很可能也家祖先。可能也家祖先。吴建功真爱亲王，第一期盐水港绿色营首。嗯，火莲的造型，造型竹艺作品，竹艺作品呢？嗯，石磨了，古代的石磨，过年的时候要把那个米放进去，碾成汁啊。嗯，大禹入港是这个了，那这个是柴犬，代驾你若心高贵。历史要讲，那历史要讲，你在家再见了，就是。阳光好，在一起很愉快，人性成熟啊，心灵和连城转呢。哦，完了，以前的历史老师，新国高中历史老师和连城老师，哦。还会写这个对联呢，好厉害啊！
哦，福禄寿三星国的，南阳哈，啊，那个郡望是南阳哦，叶家祖先呢，哦哦，好棒好棒，南州简德传家进后秀哦，优秀的哈，阳光汉化在以结红，哎，何连成老师，历史老师这么优秀啊。你看 A 家祖先，好安啊，我在安啊。容器啊！哦，还当空军的，优秀的吼。读台南一中的吼，那个学长优秀，优秀学长，那一中的吼。那真优秀了。花甲的主人 A 先生这么优秀，来中研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呢，提供啊 A 光义先生提供哦，盐水八九 A 家祖先的优秀优秀，那亲戚家当卡嘛是姓 A 呢。他当家卡国，还姨丈啊，我姓叶呢，叶国顺先生。嗯，叶瑞熙优秀。嗯，叶瑞熙。叶开宏家族。嗯，清光绪十四年。安尼，就阮阿公、阿公、阿公迄个年代，清光绪十四年，叶律师哈，长辈哈。我最顾客怎么办？那种时候，优秀优秀，爱开红家族，我哪会啊？太平洋战争期间有被美军轰炸，炸毁没？叶老师，你看你是你做官是阮阿公那个时阵，哇，那很早呢。清同治二年就考取进秀才，国父是清同治五年才出生。哦，国父出生的时候，叶瑞熙先生已经是考
考进秀才以后呢，那些原来叶瑞熙先生是阿祖迄个年代的同志年金哦，还比阿祖更加早，同志年金更早了。咸丰吼，就咸丰年间出生的，清朝文宗咸丰年间出生的，到光绪四年是参加内阁中书舍，三代五品为官。我有亲情啊，姓叶嘞，迄家堂口啊，姨丈叶国顺先生嘞，三角蟾蜍必修啊！三角蟾蜍必修。很有创意。